出去包小破中年男子打解放，双人钢管，还有还有。做而已啊。你有什么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呢？在这里我们有一群史上最正的美少女班级，以及最酷的班导师黑人。此外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位帅哥助教，一同来学习学校没有教过的事。同学们，你准备好上课了吗？上课了，欢迎我们的老师黑人助教 Johnny。很嗨啊 ，Johnny， 算是比较害羞的一个男孩了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你怎么讲话会有口音呢、啊？我以前住在国外，是哪一国来的？南非。南非啊，你跟他们应该算同梯的哦，到这样稚嫩的感觉来讲，对不对？这比较稚嫩。我们上课呢，其实歌唱、唱歌课啊，音乐课是不是上了蛮多堂？对。对大家有没有帮助？有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哦，现在哪几首歌呢最朗朗上口？我知道，你先。你的爱人的歌。哦。那如果的是。超好听。这首歌你们会都会唱吗？会。我不信。所以你先唱，然后我们再唱。如果连你都不会唱，你会唱的话，我们就。对。可以啊。那你要提一个 hit， 提一个 hit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怎么会啊？老大，你要唱啊？这首歌很红吗？现在？好好听。solo， 你要为爱而唱。solo， 如果你，你就唱的娘一点没有关系。他的表情很认真，可是你的音乐很认真。一比一，你们也会吗？会。一天一天更确定，一步一步靠近。喜欢那歌叫那些花儿，你们那你唱吧，唱，好好好，唱。老师会吗？不要那么高啊！给你安点唱。我从拉开始。啦啦啦啦。太紧张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看看。好。你零分。还没有对，跟着我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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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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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在开门。他一直拉，太难了。还有哪一种？还有哪一种？湘君。不得不爱。不得不爱。嗯。很流行，对不对？广告打很凶。打超凶，而且走在路上哪里都要放这首歌。以上这几首歌是最近蛮 hit 的了，不过
要唱这种热门歌曲之前呢，基本功一定要练得好。至于基本功呢，我们之前有请到几位老师来教大家唱，现在呢请他们回锅了，因为反应效果非常热烈。好，欢迎之前就来过的老师，今天呢再度请到他们两位，黄淑俊老师以及鲍小波老师。现在我上次没有看到斑呼了，哦，已经有斑呼了。对对对，两位再度莅临现场指导，有什么感觉？我今天来是来报仇的。我说，上次我上这个节目之后，我妈看了之后，她感到很不满。哪一个环节？就说这些小美妹了都没有念过那个《伦理与道德》，所以我妈叫我说再上一次，哦，好好教训他们。觉得是有侮辱你们的嫌疑。对对对，可是你那个跟纪凌这样玩的不错。那段是不错，那段不错，感觉。然后另外是来一段，之前有一段是很经典的，那可能您没有什么注意到。到那一段我刚好出国。你是刚下飞机吗？对，刚下飞机，直飙到摄影棚来的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进入状况之前呢，就一定要再来对热个身嘛，我热身一下，来，不要谁，我上次表演那次哦，已经够了。我今天来特别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呢？因为会怕，大牙是哪一位啊？大牙，听说这个小波老师上次对你不太礼貌，对不对？绝对是，不是不礼貌，是什么？是就是很严厉的把我唱歌的缺点讲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打个岔，什么叫很严厉？你用词要得当啊。对啊，他觉得还蛮严厉，你一点抗压性都没有啊。又来了，人家已经被你弄得。不是，他这样会破坏我做人的人格，你懂吗？我没有威严到这种，你知道吗？这么严厉。好，那应该是很认真的。很认真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说，今天是你的机会了。好，因为我曾经在电视上把小波老师给弄哭了。这么讲。来一段，这怎么弄哭他？所以我刚刚你说不用怕啦，他的克星已经出现了。真的，当初是什么环境？真的没这回事。你听他的，你听他在拉赛。双人单挂。哎呦！来，新娘送入洞房。我爱黑社会，强力征求，有自信感受出自己的漂亮美眉。只要你够正、够辣、够活泼，就有机会当 VZO。报名专线02-27813888，不要怀疑，我们就是在找你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，我们等你哦。有一次我跟小波老师也是担任一个比赛的评审，对对对，我们那时候是针对那个，就说谁好谁不好啊？哦，有激烈的在电视上激烈的辩论。对，但后来小波老师所坚持的那个人没有选上，他就当场泪洒摄影棚。真的很坚持，是吗？对啊，记得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那集是真当时收视率最高的那一集。小波只能说那个状况不是他的问题。那一次其实老实说，大家看到的。没，只看到我那个眼眶含泪，对，没有夺眶而出，在夺眶而出之前，我就夺门而出了，我就没有被拍到。哎，有被照到，有看到，有泪水哦。没有，你看到是反光，就像你现在镜头看你的时候，你有撒那个亮片有没有？那是反光。